今天我们要把我们这些马全部赶到这个小圈子里面，查一下他们有没有他们的号，查一下他们的号有没有重的，或者说之前有掉的，有那个断的，有没有这些掉的号，查一下插什么号，我们明天要重新给他们佩戴号。那我在这里登记，他们在那边赶，一个一个赶出我登记号，看有没有重的和没有的。160190是多少？118。两个摩号，这个三十个。三。这是三，那个。三十八。三十八。83。83。132。这个是四，九。67号。67。67。45和五。25。59。59。45和五，59。141。141。这个又是反的。嗯，反的。好，好。嗯。快点。零。114啊。再来说的。是165应该。161。明天要放老放羊的放牛的老爷早点回来。到4点就回来，三人回来就开始放马，把马全部撵出去，一批一批进。对，一批一批进，夹到那个槽子里边，夹到那个刀子里边，让一个一个过。那就是100%的主。对，那样100%正。这个这样的话不行，这个号都在下面，号都在下面呢，看不清楚，这个不准确。你不如你朝那挡住，把号全部出掉，再改出车，再进来，这么家子事情都全部重新代号。对。这么家是最准确的，而且精确率最高。这号你来都是翻版了的，你根本没有准确性。哎呀，不行，今天这方法失败，这方法不行。你看，这马出的速度太快了，而且一出都是成群结队，有些号牌而且还翻的，号牌也有点松，有的时候号牌有些号牌脖子底下的根本看不全，所以说这个方法不行，不可行。明天全部把马撵出去，从通道里边进，一次性搞定，准确率高一点。走吧，瓦哥。看没，502又在看我们的笑话，说我们这个方法又不行了。他到现在了还没好，我跟你说。刚好呀，明天把它弄到通道里边带。